那其中这个122号是票号，请那个裁判注意一下，104到110，然后122的是跳号。106加油！好，一样是七项的指定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正面二头肌，请开始。观众会不会再太沉默了一点？可以给一点掌声给他们。他们是辛苦努力得来的。好，第二个动作，正面阔背肌，请开始。好，第三个动作，侧面胸肌，请开始。好，第四个动作，背面双手二头肌，请开始。其他选手可以先休息一下，没关系，因为这样子的话会有一些争议，我们公平的起见，差很多。好，我们接下来一样是第四个动作，背面双手二头肌，请开始。第五个动作，背面阔背肌，请开始。好，第六个动作，侧面三头肌，请开始。好，第七个动作，腹肌及腿肌，请开始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在此再宣布一下，后面的选手也请注意一下，我们本次的比赛没有不禁止用人工肤色，还有抹油。你等一下自己要注意，上来的话不能够有这些的状况，我们裁判会把你直接的扣分。我们在过磅的时候都已经有跟你们宣读了，而且我们的简章上面都有，请各位选手能够注意一下。好，请各位选手后台先休息一下，我们请104号选手留在台上。